谢谢。当你网购一件商品到手的快递，很可能就是来自义乌的。义乌是世界小商品之都，让我带你们去了解义乌吧。 我是 Ammar al-Badani， 现在是一名医生，我来自也门共和国，从小便十分向往中国。1997年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当时我刚满18岁，现在山东大学学习中文。2009年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第二届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并获得了大赛的金奖。后来我一路学医，从天津医科大学本科、硕士读到浙江大学的临床医学博士。在中国读书的十几年里，我收获太多，不光学到了医术。 普通话，还交到了很多的朋友，尤其是浙江大学这个平台，提供给我非常多的专业机会。同时，我还逐渐接触到了离杭州很近的义乌，这充满魅力的国际化城市，也被这里开放包容的国际化氛围所吸引。 博士毕业后，我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义乌。我在做医生之前，曾经经营过几年的外贸生意。义乌是世界小商品之都，这里是经商传统久远，营商环境一流。 义乌国际商贸城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这里采购的外国客商超过55万人次，商品出口到219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外销度超过65%。老板娘你好。啊，你好。哦，我跟你的产品真的很漂亮。 这个是什么？这个也是胸针，像这一个也是一个花的一个造型，是异形珍珠设计的，所以它这种的上身效果是比较有特色。很多外商把义乌国际商贸城称为永不落幕的博览会。 自从开始发展第六代市场之后，又开始扩宽进口市场。
许多跨境电商和34个国家馆入驻了五区的进口商品城，这里汇聚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万种源头的消费日用品，大大便利了义乌市民的品质生活，又进一步的推动了义乌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贸易发展。手工雕刻的，不是说那种就是机器做出来的，因为我实物拿着它的眼睛，你可以看到没有，是做的非常非常。更让人惊喜的是，义乌和浙江大学一样，始终坚持求是，又不断地力求创新。作为新型发展起来的电商大市，义乌早早把握机会，重视了线上市场的打造、网红经济、社交电商与实体市场的融合，颇具规模。2019年，仅仅义乌网红直播销售额就已经占据了全国的1/20了。这最近生意怎么样啊？还可以吧，很好。那主要是义乌的这个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吧？现在物流也很方便的。对，物流是很方便了。对。义乌商贸线上线下出口进口的全面发展，确实离不开强大物流的立体网络有力支撑。作为国家重要的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义乌正在加快海陆空、铁网邮、易新欧、易永洲的全方位枢纽打造。国际大通道的开通，口岸大通关的完善，将让义乌成为出口、进口、转口最便利的地方。义乌还是国家级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干事不受理，办事不求人，最多跑一次的贸易便利化改革，更让义乌真正成为了全球中小企业的贸易天堂。夜市是义乌唯一由政府开办的正规夜市，摊位数、客流量最大，这里要持续到凌晨3点。好多商啊都喜欢来到这里放松淘货的。哎，你好，嗨，来，我们看这里。你好，哦，你的英文也很好嘛。Thank you。哎，这些产品琳琅满目，什么都有啊。You can choose your life。This is 35. Yes. 这里 quantity is very good. 这个不错啊。对。这还有一条龙啊。Chinese drug. 来义乌7年多了，我已经在这里深深地扎下根。我喜欢带家人游赏义乌的古建筑，了解义乌的风俗和文化，也享受这里现代的城市建设
与高质量的品质生活。从古到今，东方文化的魅力在义乌源源不断地涌现。这里是古朴的、深厚的，也是现代的、崭新的。义乌的国际化医疗也非常先进，稠州医院和浙思医院都开设国际门诊。浙江大学医学附属第四医院更是浙中西地区唯一一家国际保险合作的医疗机构。在义乌当医生，我觉得骄傲和幸福。第二个家。